这小子千金大小姐，出身啊，长得能干强势，说一不二，但我们从上到下就没有人敢不听他。 怎么又要花钱？瞎建什么新品牌？是啊，不就仗着自己姓陆吗？有啥了不起啊？姓陆确实了不起，可做上这个位置也是需要本事的。但在这方面呢，我没有什么技巧分享给大家，只能在这里象征性的提一个小建议：少说闲话，多做事。我是陆家的人，不在陆家坐车等死三辈子都可以。但是各位董事如果想让自己明年的收入翻倍的话，现在就是最佳时机。 各位看一下手上的数据，从基本数据上来看，陆明的主要顾客平均年龄逐年增长，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流失掉年轻的顾客。在其他的家居品牌彻底抢走年轻市场、超越陆明集团的市场占有率之前，我们要先超越自己。 Infinite 就是我们占领年轻市场的最佳新型武器。散会。 最后一项，老陆总问您本周哪天有时间去相亲。听说你上个月莫名其妙的要换公司的代言人，上上个月呢，公司的合作伙伴众目睽睽，狼狈的从你办公室里出来。我想请问你的笑都去哪儿了？你究竟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老婆八卦传错了，公司代言人是女的，合伙人也是女的，我也是女的。 我对他们不会这么没有礼貌，对你就不一样了。陆总是女的，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。生我的人是我妈，养我的人也不是你，你可能的确不知道。行，我不跟你那么多废话，收收心，准备结婚吧。我不结婚。你为什么不结婚？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一个女人你不结婚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聪明又有钱，我为什么要结婚？结婚对我来说有……没安利是不是？ 记住了，一年之内，结婚、生子，完成了还贷办理。如果你完不成，就算是全公司的董事都全票通过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也有对英菲尼特一票否定的权利。哎，陆芳宁。 恢复的也太好了吧，总比之前在公司的时候还好看呢。哎呦，最近真滋润了啊！哎呀，我看看，哎呀，恢复的真好。哎呀，宝贝儿哟，宝宝真可爱。哎呀，长得跟你可真像。哎呀，尹志姐，他怎么称呼呀？哎，肖董。 陆总，你们慢慢聊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去吧。嗯。你来看我，就是为了拍这个。哟，谁拍的？我看看。李董，尹志姐恢复的很好，你放心吧。哎呀。 陆芳宁，陆芳宁，喂，哦，暂时先不用约，晾着它，合约的问题我来解决。嗯，我这是在……哎，你好，我现在在哪个房间啊？哦，没关系，这个不重要。 这样吧，一会儿我们在医院的大堂见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哦，我结束了，你继续吧。
这位小姐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是我的办公室？这位医生，你想没想过，也许是缘分让我进来你的办公室的？怎么样，电话、微信我都可以接受。下个星期的排班表出来了，你要不要看一眼啊？嗯，我一会儿看，放那儿吧。哎，又没人，你拉什么脸？行啊，我在换衣服呢，别看了。不是这个得要你签字，你赶紧打开。我一会儿签，我一会儿签。我换裤子，别动。哎呀，咱俩谁跟谁呀？你这赶紧的，你这赶紧的，快快快！哎，我脱裤子，你别开了。真是，哎，你让我看看呗。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一眼，看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看别看了，看看，是不是藏人了？让我看一眼。哎呀，别看了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让我看看，让我躲。哎，行，小气，我走了啊。你好啊，我走了，继续啊。结婚生子，但你最好也信守承诺，不许再明着暗着给我使绊子。还有，我虽然答应你的条件，但不代表我认同你。什么叫女人就该有女人的样子？婚姻和家庭从来都不是困住一个女人的理由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和命运从来都不会是我的对手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林医生，你要不要跟我结婚啊？什么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女朋友吗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恐怕无可奉告。那就是没有喽。奇怪了，像你长相好、身材好、性格又温和，还是个外科医生，应该很抢手才对啊。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请你出去，我还要继续工作，谢谢。没关系，我会知道的。谢谢了，林瑞。哦，林医生。高尔凡，帮我查一个人，立刻、马上、现在。